啥玩意儿？咱俩玩会儿啊。你疯了啊？你是人质，我是绑匪，玩啥呀？这样，你问我，你是小白兔吗？啊？你是小白兔吗？是呀，我是小白兔啊。好不好玩？你再问，你是长颈鹿吗？你是长颈鹿吗？你傻呀，我都告诉你了，我是小白兔。你还约几个闺蜜出去逛街，路上碰着一位扎俩麻花辫的大姐，上来抓我胳膊就说，大姐好几天没吃饭了，身上没带钱，你能给我点钱我买点吃的吗？我特别诧异的回头看了看我身后那几个穿的特别 fashion 的姐妹，我就问大姐，你确定是找我一个人帮忙吗？大姐特别肯定的点了点头，然后我又问大姐，你是不是看出来我有领导的气质才找我？大姐摇了摇头，最后我又说，那你能看出来我戴这块手表是真的？大姐又摇了摇头，然后我就特别无奈的跟她说，那为啥这么多人你就选择我了呢？说大姐开口了啊，跟我说，老妹儿啊，大姐经验之谈，长得好的身材也好的，你跟她说话她基本都不搭理你，高冷没用，你就不一样了，一看伙食就好，长得心宽体胖的富态，肯定能帮大姐。给我听的直懵了，也听不出来好赖话了，顺都掏二十就给大姐了。现在都到家半天了还搁这拼呢，大姐是埋汰我呢还是夸我呢？不寻思了，烦呢。长辈们奇怪的脑回路，当我笑时这还指定处对象，当我哭时这还指定处对象，当我生气时这还指定处对象，当我发呆时这还绝对处对象，漂亮。所以做什么表情是安全的？难道是气质这个角度来夸你的？老公啊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你要当爸爸了。真的假的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想知道吗？啊，转账1000，马上告诉你。转啥账啊？我直接给你现金，来，给你2000，我高兴。快说什么时候的事儿？谢谢爸爸，谢谢爸爸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去，大姐能不能还钱了？我都快喝西北风了。还还呗。缓啥缓呢？今天必须得还。哎呀，今天我老弟来了，我寻思带他去吃火锅呢。你老弟就是你爹来了，今天你能？你好姐。哎，你干啥呢？那个走吧，走走走，吃火锅去。喂，不用还钱了。提啥钱？这么多年姐们多俗啊！走吃火锅去，我请客。走吧。哎，你说你这前面是咋的？是这么热闹？上后面待一会儿的啊、哦。哎，你干啥去？你回来。服务员，你家剔骨牛排多少钱？先生你好，咱家剔骨牛排458元。你大爷的，这么贵！先生，你刷稳定点行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是习惯了。那你家长战斧牛排呢？两个你大爷。大爷，你这小姑娘，你说话呢？先生，您是要您大爷的呢，还是要您二大爷的呢？哎呦我的妈！问你几个问题啊？哎，老板，你说，如果一个性感漂亮女生坐在你腿上，你会不会心动？哎呀，我犹豫了。我古力娜扎谁好看？我不认识古力娜扎。不管认不认识，都是我好看。如果你去参加同学聚会，一个女同学让你送她回家，你送不送？我不送。你不送？就不应该参加同学聚会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我和牙牙掉水里，您先。你还挺抢答的。年前一毛没剩，年后一毛没挣。等疫情完全一结束，你带着我，我带着碗，我负责哭，我负责喊，我们一起当老板。东北人找南方朋友帮忙拆快递。我这手湿，你帮我整开。嗯。你拿那刀豁开。What？ 你实在不行用剪子绞开。拉个口。你实在不行用手拉开。哎呀妈，太费劲了，不用你了。哎呦我的妈！
美女你好，问一下从这到机场多远？从这到机场挺远的。骑马得多远？骑马得挺长时间，那马不能上道，那不行，交警会抓的。什么骑马？我还骑驴呢。骑驴更不行，那驴不踢你吗？你有病吗？我昨天确实吹空调有点感冒了。我瞅你有点不正常。我确实是感冒了，昨天。这个有病！天哪，什么玩意儿？你别管我了。据我多次相亲的经验之谈，我得教教你们这帮老爷们两招了。要不一天就跟那个虎哨子似的，你们永远都得不到像我这么优秀的女孩。约会的时候，为了表现你们的绅士，老是问俺们吃没吃饱，那玩意儿谁好意思说他没吃饱啊？你问完以后，谁嘛能好意思咧个大嘴嘎嘎的搁那使劲炫呢？还能啊？我一顿饭能干仨肘子的人，当你们老爷们面，我就只夹那几个拍黄瓜吃，嘴都快成榨汁机了，那黄瓜嚼的稀碎稀碎的呀，都不好意思往下咽呢。你们咋就看不出来呢？最可气的是啥？俺们说吃饱了，你们可是真信呢？付完钱就给俺们整下桌了，给我们这帮女生整的一个个回家以后狼吞虎咽的，都得点点冷面热面麻辣烫啥的才能解饱。以后一个个的都别老洋了二正的了啊、哦！今天拉姐就告诉你们怎么知道女生到底吃没吃饱。你得看她吃完饭以后是不是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劲儿，嘴一张咔咔搁那补口红呢。哎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起身去结账了，我们也肯定不会再动筷了，因为那几片烂菜叶子肯定没俺们口红贵呀、啊。一个个的菜你给妈妈用一边一边造句。爸爸一边开车一边看美女、啊、用不仅还造句。爸爸不仅爱玩手机还爱看美女。无论都造句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改变不了爸爸看美女。当自己在家当喜欢的人来家里来了，当结婚后在家，呵，女人励志不干了。怎么了？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去年世界也那么大，你怎么不去看看？去年店里员工多，今年都没我自己了。那你更不能离职了。那还不涨工资？好，给你涨200。200？我还想去看看。给你涨1000。1000？对。那明年世界还真大不？明年世界也那么大。那我明年再去吧。怎么不离职了？不离了。来，看看这啥？啤酒，烧鸡配啤酒。你给我滚！你是不是有病？是不是、啊？不吃。妈，来，来，来一杯。来，来一杯。你要干哈？还整上酒了？老有诱惑力了，来，来，干一个，干一个。哎呀，哎呀，老喝鸡腿，哎呀，鸡腿，这来吃呗，一会儿再练，你不耽误事儿。哎呀妈，好好吃，是不是、啊？好吃。挺闲的，你再就口酒。这不就妥了吗？起来。哎呀，看猫都闻出香味儿了，哎呦我的妈！竟敢闯入我的内宅，坏我好事！呸！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！哎呦！你前女友电话。啊？喂。我要结婚了。你结婚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？你能来吗？
我下次去吧，下次去吧。骗人骗人！我操！妈，我给你讲笑话啊！从前有只大象，上锁帽带纸了嘛，正好旁边有小白兔，瞅着小白兔问一句：“哎，怕掉毛吗，兄弟？”大象拿起它就往屁股上抽，天，那个大象又忘带手指了，瞅瞅旁边小松鼠，问：“大兄弟，怕掉毛不？”小松鼠说：“啊！”拿起小松鼠就往嘴上擦，小松鼠。大象，我就是昨天那小白兔。哎呦我的妈！毛呢？毛呢？说那谈恋爱啊，像哪种家电器？那肯定就洗衣机了。你看，那家先泡你，完缠着你，完家围着你转呐、如胶似漆的，哼，最后搅拌在一起，完把你榨干，完一甩，完亮起来。哎呦我的妈！站住，大姐。别趴门，两个穷鬼。你说谁穷鬼了？说你呢。你说谁穷鬼了？说你呢。那什么，现在出门都不带现金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叫你支付宝的手机码给我打开，两码手中吗？知道了。我微信里边还有了，叫你微信的手机码也给我打开，三码手中吗？啊，收到了，收到了。咋不想你了？我没设置。设置好。好，好嘞。这都是小钱，是不是？咱把那10万块钱都在你支付宝里边存着了吧？对了，都给他转过去。哎呦我的妈！喂，哎，黄总，我想让你帮我办个停职留薪，不是，我想办你停薪留职。我想进去修你，学习修理你。哎呀，我进修学习。你不是说没有金箍棒别揽瓷器活吗？没有狼牙棒，没有你不是没有钢，不是我想学成之后再回来报复你，报销你，报仇，我想报答你。哎呦我的妈！啥也不是。看看我姐在干嘛？不好意思吧，等会儿带你走了吗？干啥呀？你知道你弟给我的这个包分量多重吗？这不就几千块钱的名牌包吗？讹我呀！这是一辆100万的奔驰车钥匙，当时没现货，加价买的。这是北京二环内一套别墅的门钥匙，这不叫房子，这叫地位。不就有俩小钱吗？跟我有关系啊？不是，你把嘴给我闭上！相信你听到最后，你会发现今天遇到我是你这辈子最大的幸运。这是太平洋的抽水许可证，这是土星收购合同，这还有木星，还有海王星，还有月亮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太阳，我先给你们留两天暖和暖和。过两天我把太阳收购了之后，你得给哥交供暖费，听没听见？天天跟谁亮？二逼吧。